这是一款美国最新的皮肤综合管理仪器991。首先呢，我们接入电源，安装好仪器的一个配件，进入仪器的界面。仪器的界面有四种类型，第一种就是我们的喷氧枪，第二就是一个钻雕头和我们的水雕头，第三就是 BIO 微电流，第四就是我们 PDT 摩灯。首先我给你们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水，我们的喷氧枪，它可以分离出 98% 的一个高氧无菌分子，点击开始，它可以更用于我们皮肤直接吸收，水珠是雾化的。那我们在操作的同时呢，是直接喷于客户的脸上，慢慢的给皮肤瞬间的一个深层的补水。之后就是我们的一个钻雕头，钻雕头呢，它有不一样的一个工作头，小的话是作用在我们的鼻翼，大的话是作用在我们的一个面部皮肤，它可以深层清洁我们皮肤里的老化的角质以及死皮。选择钻雕头，点击我们需要用的哪一瓶水，里面有三瓶水，现在的话第三瓶水是满的，那我们呢就是点击第三瓶，选择第三瓶水，再点击开始，在皮肤上测试一个压力收水，客户清洁里面的一些死皮。或者清洁于面部。下面呢就是更换我们的一个钻雕头。钻雕头呢，它也有不一样的一个工作头，有大中小，可以看到有大中小不一样的一个类型，大的话是作用在面部，小的话也是同样是作用在我们的唇周以及鼻翼，它主要是清洁我们毛囊里面的一个深层的垃圾以及污垢，通过一个水循环把毛囊里面的垃圾以及毒素给带走。那么在选择钻雕头的时候呢，需要更换仪器的一个配件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轻按，往里压，往里按压黑色的，再拔出来，选择我们的一个水雕头的一个导管，上面是大的，也是往里接，这样就更换好了。选择合适的水雕头的工作头，扣上，拧上，拧紧，再点击选择水，点击开始。调试一个吸力以及水，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旁边有一个水的一个调节，以及我们的一个压力的调节，这个是压力的调节，下面是水位的调节，点越大呢，也就是说它调节的一个压力是越大的，水位的调节随着一个点越大呢，它也是相对应的调节越大的，我们现在调试好，
它的一个吸力、压力以及水力。首先我们给客户的一个面部布水，通过一个水循环，作用在顾客的一个皮肤上，有轻微的一个水珠掉下来呢，我们可以拿纸巾给客户擦拭。操作流程，只要贴合，那么清洁完毕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同时也可以给客户再深层的进行一个补水，选择喷氧枪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选择不一样的一个营养素，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爽肤水之类的一些营养素，比如说玫瑰爽肤水，它也有个美白淡斑的一个功效，只要选择一个水溶剂的打在这里，再盖上就可以了。给客户的一个皮肤呢，清洁完毕深层补水之后呢，我们可以选择我们 BIOV 电流。BIOV 电流呢，它就有一个就是紧拉、提质、收缩毛孔的一个功效。选择一个档位的一个调节，档位调节的话有9档。那么我们首先的话是用低能量去给客户操作。给客户的脸涂抹凝胶。涂抹完凝胶之后呢，我们从低能量开始操作，点击开始。操作的课程呢，时候呢要先给客户询问客户的一个能量是否可以，有没有一个轻微的一个电流感或者麻麻的一个感觉，这个能量可以吗？那如果客户觉得小的话，也可以就是调大，在这里调节，选择一个能量的调节。沿着客户面部的一些5点式去操作。然后呢，就是进入我们的一个 PDT 磨光，那么它可以改善顾客皮肤各种不均匀的一个问题。红光的话，它有一个美白淡斑的一个效果，像蓝光的话，它有一个杀菌消炎的一个改善，绿光的话，它有一个就是镇定我们皮肤，橙光的话，它可以给皮肤补充能量，这个就是光的一个强度的一个调节。它最大的话可以调节9档，下面的话就有一个光的一个模式，有3种。那么我们可以根据顾客的一个接受程度，给顾客选择一个最佳的模式。现在我们用红光跟黄光，点击开始。客户的一个面部，每次
操作的时间呢是15到20分钟。